水意志。今天大家来开会就是为了专门要品尝这里的好番薯，品质又好又卖得起价钱。茂名与甘薯很有历史渊源，据词源记载，讲到番薯本出于交趾，就是今天的越南。吴川人林淮南常得其种以归，便种于越，因不患凶旱，便白县有淮南寺题曰番薯林公庙。今天茂名市甘薯研究会在电白农民合作服务中心举行会员大会，选择了相关的机构人员，大家对好番薯非常感兴趣。这个卖相很诱人，这是黄薯，里面这个是玛莎粒，这个黄薯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，玛莎粒，这玛莎粒，这个颜色金黄色的，很闪的，这个是柠檬，糖水意志。